东汉末年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，撰写出了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。该书融理、法、方、药于一体，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，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。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。唐宋以后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分为了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两部书。大家好，我们上课。我们上一次课的最后谈到了辨证的概念，那么谈到了辨证的治疗原则，也谈到了这个病有寒热的真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往下谈，就是对一些病症来说，它有表症有里症，表里先后，把握什么样的原则，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，这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表里先后缓急的治疗原则。第一种情况是表证兼里实，那表证兼里实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先解表后宫里，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表证兼里实，如果你去先宫里的话，就是人体的正气趋向于体内，那么邪气呢，虽然在里的实邪有可能被驱逐出体外，但是在表的这种表邪随后趁机内陷，就是病情复杂化。如果是先解表后宫里的话，把表邪解除了，在解表的过程中，在里的实邪它会原地不动，你不能说是你不会说在一解表的过程中里邪往外走，这不可能的啊。在里的实邪它是原地不动的，等把表邪解除了，你再去宫里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，哎，一宫里这个病症就全好了。所以对表证兼里实，在原则上应当先解表后宫里。当然后世医家也有表里同治的这些方子，那是后世的发展，解表宫里同用的，那是后世的发展。但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表证和里证是分开的，只有在特别特殊的情况下，表里同病，里症重而且比较急的时候，这就本着急则先治，缓则后治的原则，可以考虑先宫里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里症重而且急，表症比较轻，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先宫里，这就是急者先治的原则。但是这种情况在《伤寒论》的条文中是非常少见的。那么这个原则叫什么呢？叫时人伤寒发其汗。我们前面在学桃核承气汤适应症的时候，原文不是说吗？啊，外这个其表不结尚未可攻，外结以淡少腹积结者，乃可攻之，亦桃核承气汤。我们上次课学的，大家都还记得，那就是表证兼里实，应当先解表后宫里的例子，这叫时人伤寒发其汗。那么只有里症重且急，表症轻的时候才可以先下后汗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？我们现在翻到讲义的第69页，看124条，太阳病6、7日表症仍在，您看有个前提，表症仍在。脉微而沉，反不结胸，7日发狂者，一热在下焦，少腹当硬面，少腹当硬满，小便自利者，下血乃郁，抵挡汤主之。这一条就是里有虚血的重症，淤热互结，病情淤血病情比较急比较重，
所以虽然有表征仍在，他也没有在意，先用低胆糖来治疗。所以这就是后世医家所认为，只有这一条可以是一个表里同病，里症重而且急，先用低胆汤来破血逐瘀。由于表症比较轻，所以以后再考虑表症，只有这一条。有的注家认为这就是先宫里的一个例子，当然也有的注家认为现在脉微而沉，脉已经沉了，表症已经不存在了啊。所以后种情况在《伤寒论》中是极少见的。第二种情况是表症兼里虚，要先补里后解表。因为中药发汗是通过人体的正气才能够运药，才能够驱邪外出，所以如果里气虚，它不能够运药，它不能够振奋力量，在药力的作用的这个帮助下振奋力量来驱邪的话，你就是用解表药它也发不出汗来。因此《伤寒论》的这个第十二条桂枝汤方后才说，不可令濡水流离并闭不出。所以对表证兼里虚的，张仲景要求是先补里后解表。这个原则后世医家给他总结为虚人伤寒见其中。实人伤寒发其汗，虚人伤寒见其中，这是对表里同病先后缓急治疗原则的两句概括性的话。表证兼里实的要先解表后攻下，表证兼里虚的要先补里后解表。里气充实了，有时候呢津液自合便自汗出而解。如果说里气充实以后，里气恢复以后，那么表邪还没有解除，你再解表也不迟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，表证兼里时要先解表，用什么方子呢？这个表证可能是有汗的，也可能是无汗的，表解表通通用桂枝汤，即使无汗也不能用麻黄汤，因为用麻黄汤是纯辛温的方子，发汗力量强，容易伤津液，容易助里热，容易增里实。我们接着要提的第二个问题是，虚人伤寒见其中，里气补了之后，里气充实了之后，如果表邪仍然存在，这个时候解表用什么方子呢？也仍然只能选桂枝汤，而不能选麻黄汤，因为里气刚刚恢复，如果你用纯辛温的发汗力量比较强的麻黄汤，那么它的正气是不能够支持的，所以也是用桂枝汤。所以可见桂枝汤的使用范围啊是非常广泛的。好，第三种情况，表里同病。但是一种情况是表里症的病机关系密切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这个里症不是大虚大实症，这两个条件都具备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表里同治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讲过的方证中哪些方证符合这两个条件而且又是表里同治的？大青龙汤。大青龙汤正是外有表寒，寒泄必表，阳郁化热，郁热扰心，那当然也是里症了，出现了不汗出而烦躁，不汗出是寒泄必表的表现，烦躁是里热扰心的表现，那是不是表里同病啊？但是这个表里症病机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因为寒邪辟表才导致了阳郁化热，符合第一个条件。这个里症呢是大实大虚症吗？它不需要用承气汤用代黄这类的药来泻下，所以这个里只是个里热，不是一个大实症，所以大青龙汤外散表寒，内清郁热是表里同治的。紧接着我们又想到了第二个方子，小青龙汤症。是外有表寒，内有水饮，在他疾病发作的时候是外寒引动了内饮，导致了水寒摄肺，所以表里症病机关系密切，而且呢这个里症也不是大虚大实症，所以用小青龙汤外散表寒内化水饮表里同治。
五苓散证，表现循经入里，影响了膀胱的气化机能，表里症的病机关系密切。那么这个里症呢，它不是虚症，水邪内蓄，它也不是需要用承气用带黄来泻下的实症，所以符合这两个条件，五苓散外疏内利，表里两解，是表里同治的。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三个方证，我们还没有讲过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提示。当然教学呢应当谨记忌讳这个啊，讲前面的联系后面的。可是对于我们在座的同学来说，实际上在上伤寒论之前，大家对后面的内容都做过预习，所以不妨呢我在前面就把后面那些内容呢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提示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比方说我们后面会讲到葛根芩连汤证，实际上葛根芩连汤我们在方剂学里已经讲过，也不算大家没有学过。葛根芩连汤证是外有表证里有里热的下利，而用葛根芩连汤呢，外散表寒，外散表邪，内清里热，治疗下利。它是表里同病，里症不是大实大虚症。还有桂枝人参汤证，是外有表证，里面呢有里虚寒的下利，但是这个里虚寒呢仅仅是脾阳的不足，脾家的虚寒，没有涉及到少阴肾阳虚衰，所以这个里虚症不是很重的，所以它也是表里同治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这个方子我们在方剂学中学过，那就是麻黄细辛附子汤。麻黄细辛附子汤，你从药物组成来看，麻黄是散太阳表寒的，附子呢是温少阴里阳，散少阴里寒的。而细辛这个药既可以散太阳表寒，又可以散少阴里寒，所以它是一个太阳和少阴同治的方子。这从药物分析，它的临床适应症呢，实际上是有轻度的少阴里阳虚，仅仅是轻度的，又兼有太阳表症。这是太少两感，太阳少阴同时感受了外来的寒邪而发病，少阴里阳虚的程度呢仅仅是见到了一点脉沉啊，没有出现下利清骨、四肢厥逆、脉微细、淡于寐这些严重的里阳虚衰的症候，所以它也符合表里症病机关系密切。为什么病机关系密切？太阳和少阴脏腑相连，经脉相互络属，它们是相表里的，所以同时感受了邪气，这等于表里两经同时感受了邪气，所以它们的病机关系还是很密切的。里症呢又不是大虚症，没有下利清骨、胃寒全卧、四肢厥逆、脉微细、淡于寐，仅仅是一点脉沉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温经发汗，这是表里同治的例子。在伤寒论中，表里同病提示的表里先后缓急治则大体不外这三大方面啊。那么前两个方面我们归纳了实人伤寒发其汗，虚人伤寒见其中，这样的一个原则，这是需要大家记住的。不过这个见其中的中不是局限于指脾阳脾气，它是泛指里啊，泛指里。比方说肾阳虚的又兼有表证的，下利清骨、胃寒全卧、四肢厥逆又兼有太阳表证的，那么也要先补里用四逆汤。所以这个中不是不局限于中焦，不局限于脾阳，而整个是指的体内。我们现在看看伤寒论原文是不是我们归纳的这个内容能够概括进去。打开讲义第44页，看原文第90条。
本发汗而腹下之，此为逆也。若先发汗之，不为逆；本先下之而反汗之，为逆。若先下之，之不为逆。这条讲的是表证兼理实，在治疗上有两种情况：本就是原应当发汗，而腹下之，腹就是反的意思啊，腹反反腹是同义词。那么这个腹你怎么不当右讲而当反讲啊？因为在这个条文里头，后面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用了反，在这个条文里头，腹和反同用，在同一个位置用的，那这个腹字就是反字啊，就是反的意思。本表里同病，表证兼理时，本应当先发汗的，你反而用了下发，这就是错的。所以文字非常通顺，非常明白。若先发汗，治不为逆。如果你先去发汗，这就不算错。下面这一条讲的是表证兼理时，理证重而且急，表证比较和缓，那就应当先泻下。本先下之，就是原本应当先泻下，而反汗之，你反而用了汗法，为逆，这就算错。若先下之，治不为逆。如果你先攻下的话，就不算错。所以第九十条正是我们在黑板上归纳的第一种情况。第九十一条，伤寒一下之，一个外感病，医生用了下法，续得下利清骨不止。下是个动词，利是指的息，下利就是拉的是息，清是名词侧清的清，活用如动词，当便排拉来讲。骨是指的不消化的食物，所以下利清骨是两个并列的动宾词组，拉的是漆，拉的是排泄的是不消化的食物。这个清啊，不是一个形容词，不要把它当成清晰的骨子。什么叫清晰的骨子呀？它是个动词，拉的是不消化的食物。所以后世一家怕大家不明白，才补充上一句话说：下利清骨，顽骨不化啊，顽骨不化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中医把中焦比作锅，把下焦比作火。那么当下焦火衰的时候，这就是肾阳虚衰，腑熟无权。就像你把锅放在火上，放上米，放上水，你底下没有开火，你中午回家，你以为你把饭已经焖好了，打开锅一看，米还是生的。那么下焦肾阳虚衰，火不暖土，肾阳虚衰，火不暖土。我们把这句话加在中间，肾阳虚衰，火不暖土，腐熟无权，饭就做不熟。所以吃的是粮食，拉出来的还是粮食；吃的是小米粥，拉出来的粪便里头还有一粒一粒的小米，这就是顽骨不化的表现。所以见到下利清骨，这就不是单纯的脾阳虚了，脾阳虚就是大便稀溏。只有肾阳虚才能够见到下利清骨，顽骨不化。这里的下利清骨不止，理虚的程度已经很重了。身疼痛这是有表证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况，表证兼理虚，当即当就理，就就是治的意思。这种表证兼理虚，应当本着虚人伤寒见其中的原则啊，积极的当机立断的去治理。后身疼痛，等里阳恢复以后，以后还留下身疼痛这种表证。清便自调者，这个清又是名词侧清的清，活用如当动词，当便排拉来讲，这个便就是大便，拉的大便，
自调，就是正常了，拉的大便正常了，这说明里阳已经恢复。即当救表，这个时候赶快再去解表。为什么不能等待观望？因为里阳刚刚恢复，如果你不去积极的去解表的话，表邪可能流连不解，没准表邪还能够内陷，造成里症的复发。在这条里用了两个清字，一个是清谷，一个是清便。有的书上把这个清当作小便，这是错误的。这个清就是侧清的清，名词活用入动词，当便排拉来讲。清谷就是拉的不消化的食物，清便就是排的大便，排的大便正常了，清便自调就是排的大便正常了，不是指的大小便正常，就是指的排的大便正常。因为在这一条里讲的就是下利清谷嘛，讲的就是肾阳虚、火不暖土、腐熟无权的这种临床表现，所以讲排的大便正常了，那就是里阳恢复了，这个时候再去解表。救里益四逆汤，救表宜桂枝汤。治里呢，用四逆汤回阳救逆，治表呢用桂枝汤。为什么不用麻黄汤？我们刚才说了，因为里阳刚刚恢复，这种表症即使是无汗的，你也不能贸然用纯辛温的发汗力量比较强的麻黄汤，以免发汗太多再伤阳气。92条，病发热头疼，这是太阳表症。脉反沉，为什么用个反字啊？发热头疼，太阳表症，脉应当浮。这个病人见到了沉，当然就是异常现象，反常现象，所以他说脉反沉。若不颤，这个颤字印成加病字旁的这个颤，实际上是多余。伤寒论原书是不加病字旁的，不加病字旁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改回来。颤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引方言的话，方言说拆尖枝玉也，说这三个字都是病愈的意思。若不颤，就是病没有好。在《伤寒例》里有一句话说若不坚，那就是说病如果病没有好，是实际上非常简单。结果有一个地方，他在翻译《伤寒论》的，把《伤寒论》翻译成白话文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坚翻译成间断，说如果这个病不间断的话，那就是说没有明白这个尖字就可以当病愈来讲啊。实际你直接翻译成如果这个病不愈就对了。这个枝，你看吃完麻子仁丸以后，那么开始先吃多少粒儿，然后呢逐渐加，以枝为度。有的人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说你有了感觉了就行了，就不要再吃了。什么感觉呀？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枝不是感觉，就是病愈。拆尖之愈也，这都是病愈的意思。有些医生把这个字念成搓，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念搓。我记不清是哪一年，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中医讲座，我在这个讲座里讲伤寒论，当我讲到变阴阳一拆后劳夫病脉症病治篇的时候，我就按照传统的读法说阴阳一搓后劳夫病脉症病治。当时陪着我的那个播音员就把这个机子就关了，说老师您这个字为什么念搓呀？我说我的老师就念搓。搓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搓是病愈。他马上拿出新华字典说您看搓这个字拆字当病愈讲的时候读拆，说你再考虑考虑读什么好。他说我啊不敢违反这个字典，我就读拆，因为他要前面有一段解说嘛。我说那你要读拆的话我就不能读错了，那我就这个也读拆。然后我回去问问我的老师他读错的根据是什么。回来之后我就问刘老，我说老师这个字为什么读错呀？他说我的老师就读错。我说您问过您的老师为什么读吗？我问过，我的老师说他的老师就读错。
所以实际上是中医一代传一代，大家都读错。现在恐怕你们的老师，哎，别的老师也有哎，读错的吧？有没有？哎，也有读错的。对，这个后来从那以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字按照我们播音员的要求改成"菜"了啊，因为这个是规范的呀。那么再后来，我说这个"女"字怎么现在都可以读"妞"啊？他说那是读的人太多了啊。我说那个荨麻疹本来应当读欠麻疹，怎么现在都读荨呢？他说那也是读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国家就把这个读音改了，说地上本来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。这个字本来应当读荨，哎，应当读这个什么，哎哎，本来应当读欠麻疹的欠，读的人多了那就成了荨麻疹了啊。还有那个女学本来应当读女，现在读的人多了就都成了扭了。我说那咱们都读错，读的人多了你们字典也改一改吧。他说现在还没有改，到现在这个字没有改，所以我到现在翻回来按照字典上读音读菜，就是病没有好，若不菜就是病没有好。这个若不菜中间省略了一段话，省略了一段什么话呢？为什么他说如果不菜呢？那就省略了中间一段治疗。我们刚才在这里谈到过，当太少凉感，少阴病并不重，只是见到脉沉的时候，而没有见到下利清谷、手足厥逆、胃寒全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表里凉解。那么表里凉解用什么方子呢？我们刚才也提到过，用麻黄细辛附子汤。第一天用麻黄细辛附子汤，那么第二天考虑到怕这个病用了麻黄细辛附子汤以后还没有好，怕这个肾阳进一步有所虚衰，所以细辛就不敢用了，就用麻黄附子甘草汤，这样更加温和，用麻黄来发太阳之汗，来解太阳表邪，用附子来温少阴理阳，散少阴理寒，然后加上一味甘草，使药物作用和缓，怕的是使肾阳更虚。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以后，病发热、头疼、脉沉，这是太少凉感，理阳虚的程度不重。用上麻黄附子、麻黄细辛附子汤、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后，如果不好，所以这个若不菜是中间省略了一句话，省略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如果用上麻黄附子细辛汤、麻黄附子甘草汤温经发汗还不好的话，省略了这么一句话。身体疼痛强调了有表症的存在，但是也当就其理，也应当先治理。这里用什么呢？一次逆汤，一次逆汤，这就提示了表症兼理虚的人，即使这个理虚不重，你用了表里同治的方子以后不好，也要以补理为主。强调了张仲景重视正气，尤其是重视人体的阳气的这种学术思想。重视正气，尤其是重视人体阳气的这种学术思想。所以治疗表症兼理虚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。这个理虚程度很轻，仅仅是见到了脉沉，首先考虑用麻黄细辛附子汤，第二天用麻黄附子甘草汤，用完这两个方子不行，那不要麻黄，这两个方子不能再吃了，直接用四逆汤补理。所以对表症兼轻度理虚，这就这么小心翼翼。如果表症兼重度理虚，已经见到下利清谷、四肢厥逆，那就是我们刚才91条所说的即当就理一四逆汤。这就是表里同病、表症兼理虚的仲景的治疗思路。好，我们从太阳辩证的概念、太阳坏病的概念讲到现在，应当说是对辩证治则的一个总的论述。对于太阳辩证或者坏病来说，或寒或热，或虚或实，或寒热错杂，或虚实兼见，或者在脏，或者在腑，错综复杂，变化多端。基本的治疗原则是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。所以下面仲景就是对随证治之的举例。我们先看热症。
热症的第一个症候是栀子豉汤症。看原文第76条，发汗吐下后，虚烦不得眠，若惧者必反复颠倒，心中懊恼，栀子豉汤主之。若少气者，栀子甘草豉汤主之；若呕者，栀子生姜豉汤主之。首先，这个病经过发汗，经过催吐，经过泻下，表邪入里化热。从临床症状来看，是邪热流扰胸膈，邪热流扰胸膈。郁热扰心，郁热扰心，出现了心烦不得眠。邪热流扰胸膈，郁热扰心，出现了心烦不得眠。仲景为什么把它叫做虚烦？这个虚不是正气虚，而是指的这个热没有和有形的病理产物相结，热邪没有和有形的病理产物相结。有形的病理产物是指的什么呢？指的痰、水、饮、食积、淤血。痰、水、饮、食积、淤血、虫积，这些都可以把它叫做有形的病理产物。在《伤寒论》中有一个用词的习惯，凡是邪气和有形的病理产物相结的，仲景习惯用食字。比方说以后我们会提到的热邪和胸膈间的痰水相结，仲景把它叫做结胸热食，你看用个食字。热邪和包公的淤血相结，热入血室，仲景在治疗的时候说刺七门，随其食而取之，用食字，因为是热邪和淤血相结。淤血那是有形的病理产物，他说刺七门，随其食而取之，用食字。在阳明病篇的三个承气汤适应症中，潮热者此为食也，此为食，都用到过食字，因为那是热邪和阳明的糟粕相结，阳明的糟粕是有形的物质。在瓜地散症啊，瓜地散症中，仲景用到了此为胸中食。为什么用食字呢？因为瓜地散症，它是指的胸中膈上有有形的痰饮，有有形的痰浊，所以它用食字。所以《伤寒论》中的食字，如果是指病理的话，常常是指的有形的病理产物，有形的邪气；而对于无形的病理产物，无形的邪气，像在这里，这个热邪是无形的热邪，它没有和痰饮水湿食积淤血相结，仲景不仅不用食，而且反而用个虚。所以这里病名为虚烦，是指的和那些实烦相对的，像大承气汤的适应症有心烦，那是实烦；像大结胸症有心烦，也有心中懊恼，那也是实烦。这个虚只不过是指的邪气没有和有形的病理产物相结，而不是说正气虚。因此我们在描述它的病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虚烦症是怎么回事呢？使太阳病物质以后，使无形邪热流扰胸膈，使无形邪热，无形邪热流扰胸膈，孕育心胸。虚烦症是太阳病物质以后，使无形邪热孕育胸膈，流扰心胸，郁热扰心，郁热扰心。轻的就见心烦不得眠，啊，轻的就见心烦不得眠。他心烦，他就不能够闭目静息。这个眠字也不是睡觉，仲景把睡觉用寐啊，寐是指的睡觉，
这个眠通明，啊，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闭目。成语有死不瞑目，那个明就是闭目，啊，眠和明一生之转，眠就是闭目。他因为心烦，瞪着两个眼睛，啊，他不闭眼睛。若惧者，如果严重一点的，反复颠倒，就辗转反侧，坐卧不宁，心中懊恼，心中烦郁无可奈何，啊，心中烦郁无可奈何。这个心中懊恼这个症状，实际上就是这个胃脘部和胸中一种嘈杂，那种似饥非饥，似热非热，似胀非胀，似痛非痛的那种说不出的那种难受。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个同学对学习特别特别的认真，凡事都要啊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当老师讲到反复颠倒心中懊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伤寒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慎武先生啊，他就追着陈老说，陈老师你告诉我什么叫心中懊恼。我们在东直门那个大院里，这个陈老的办公室是在那个白柳楼，那个教室呢是在教学楼，他就是一直从教学楼追到陈老的办公室。这陈老没辙了，说就像吃了生无头的那个感觉，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找生无头我尝尝看看。老师哪敢让他吃生无头啊，里头有无头碱，吃完不就毒死了吗？老师没辙，说那这样吧，你要想真体会一下心中懊恼，那你就准备一头紫头蒜啊，你空腹的时候你吃下去看看感觉怎么样。有一天中午他把我叫住，他说你先别去吃饭了，他说我想体会体会什么叫心中懊恼。我说怎么体会啊？说陈老告诉我了，让我吃一头紫皮蒜。哎，他从口袋就掏出一头紫皮蒜，然后剥了一半就吃，刚吃了两小半哈，哎呀，鼻涕也出来了，眼泪也出来了，哈喇子也出来了，哎呀，拍着这儿想拿也拿不出来。你想想胃中那种火辣辣的那种感觉。他说你这有什么吃的没有？我说我这空空如也，什么吃的也没有。那赶快上食堂。我说你怎么不把这头蒜都吃完？他说我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心中懊恼了。这个同学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好的造就，所以他要体会体会什么感觉嘛？哎，所以这种心中懊恼的这种感觉，似热非热，似就是那种嘈杂，似饿非饿，似胀非胀，似痛非痛。我用了这么多语言来描述，也没说清楚。我们那个同学空腹的吃了两半紫皮蒜，哎，就感受清楚了。所以这是遇热扰心，只有遇热扰心才能出现这样的心烦重症。用栀子豉汤主之，用栀子豉汤来清宣郁热。大家都知道栀子是一个清利三焦之热的药，豆豉是个宣散的药，两个药结合起来有清有宣的作用。上焦的热因为上焦利表很近，所以它要清宣把热散出去。若少气者，这是火热伤气，这个火热邪气是容易耗人体的正气的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少火生气，壮火食气。少火是指的人体的阳气，人体的阳气有温煦的作用，有气化的作用，那就可以化生人体的正气。壮火就是指的邪热，指的邪气，壮火盛，邪热盛，它就消耗人体的正气，正气被耗，所以出现了少气。少气和短气不是一个概念，短气是有形邪气的阻滞啊，那么气不畅的一种感觉，少气呢就是气不足的一种感觉。用栀子甘草豉汤，栀子甘草豉汤主之，在栀子豉汤中加一味甘草，它的治疗作用就是清宣郁热，兼以益气。甘草是补气的，用的是炙甘草，为什么不用人参呢？因为它是个热症，用人参怕助热，是用甘草来补气。若呕者，栀子生姜豉汤主之。这个呕吐是火热扰胃导致了胃气上逆，所以加一味生姜，兼以和胃降逆止呕，在清栀子豆豉清宣郁热的基础上
加一味生姜，建议和味降逆止呕。现在我们往后看翻看这个栀子豉汤、栀子甘草豉汤和栀子生姜豉汤。栀子豉汤我们在讲中药的时候肯定讲到过，讲方剂的时候也讲到过，我们现在又遇到过。你看上二味一水四升，先煮栀子得二升半，纳豉煮，煮取一升半，去籽分为二服。所以栀子豉汤14个栀子，四格也就是2×4得8，80毫升的豆豉，这是两次治疗量，两次治疗量。温浸一服，得吐者止后服。这个得吐者止后服就是《伤寒论》的原文，其实不应当加括号的。后面的栀子甘草豉汤在方子中加了甘草2两，也是分两服，所以甘草一次用的是1两，就是15克。方后含有得吐者止后服。栀子生姜豉汤是在栀子豉汤的方子里头加了5两生姜，生姜5两，生姜加的量比较多的，也是两次服，那么一次就是2两半，那就是30多克生姜。方后还有一个得吐者止后服。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发汗方得汗者止后服，按照泻下方得下者止后服这样的逻辑来推测的话，当我们看到栀子豉汤这类的方子后面有得吐者止后服的话，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为栀子豉汤有催吐作用。会不会这样误解？你看得汗后止后服，那说明这是发汗的方子，得下后止后服，那说明这些方子有泻下作用。按照这个逻辑推，得吐者止后服，那肯定会推导出来栀子豆豉有催吐作用。事实上栀子豆豉并没有催吐作用。为什么吃完这个方子会呕吐呢？这主要是热郁胸膈的时候啊，热郁胸膈的时候用了栀子豉这类的方子，宣散胸中的郁热，使这个郁热呢得到了一种松解，然后正气驱邪外出的时候呢，常常有一鼓作气一吐而把邪热驱除于体外的这种机转，这是正气的一种作用，而不是药物的作用啊，这是正气的作用而不是药物的作用。这个中医是一个很仁慈的医学，邪气在体表的时候，我们用皮肤的这个半透膜来通过发汗的方式把体表的邪气、体表的毒素排出体外。什么叫半透膜？我们的皮肤能够呼吸，排出二氧化碳，吸收氧气。我们的皮肤这个能够出汗，能够排泄代谢产物，但是我们人体内的营养物质，我们人体内的血液不会通过皮肤漏出体外，所以这个就叫半透膜，保留了人体的有用的东西，排泄了人体的代谢产物，这就叫半透膜。如果邪气在体表，毒素在体表，我们就因势利导，给邪气出路，用发汗的方式，是利用皮肤这个半透膜把邪气排出体外。所以当郁热流扰胸膈的时候，吃了药了，这个郁热得到松解，这个正气要驱邪外出，它也得有一种方式。什么方式呢？它就把胃内容物排出体外，然后就把胸膈中的这些毒素、胸膈中的这些热邪带出体外。所以这就是吃了栀子豉汤可能会出现呕吐的原因啊，是机体排出毒素的一种反应。因为在胸膈中，你要想通过胸膈中的哪一个半透膜才能和外界相通啊，食道的黏膜、胃的黏膜，这是偏于上部的，通过食道黏膜和胃的黏膜啊，分泌一些代谢的产物，然后把胸膈中的郁热给带出去了。一吐它不带走一些热量吗？像我们有些小伙子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为什么撒完尿以后全身有一个寒战？我说你这尿是带走一部分热量，所以你这阳气一时有点不足，所以你会打一个激灵，有一个寒战的过程。所以胸膈中的郁热靠什么方式能够一下子排泄出去？就是靠把胃的内容物给它吐出来，
这样就把热量、把邪气、把毒素就带走了。所以这里的得吐者直后服是吃药以后的一种反应，热愈的越严重，出现呕吐的机转越多，心烦越严重，出现呕吐的情况也越多见。当然这个热愈的不严重啊，热如果愈的不严重，吃完药以后也就是平平静静的，不会出现呕吐。所以尽管是吃了栀子生姜豉汤，生姜是止吐的，和胃降逆止呕的，但是它毕竟吃完这个方子以后，它调动了人体的正气，如果驱邪外出的话，它仍然有呕吐的这种机转。吃完栀子生姜豉汤，这个呕吐是驱邪外出的表现，在吃药之前的这个呕吐是火热扰胃的表现，所以这点大家应当分清楚。栀子豉汤症本身没有治疗的时候，先有呕吐的，那是火热扰胃。但是这个呕吐呢是病理性的，它不能够把毒邪热邪带出体外。吃完栀子生姜豉汤以后，正气驱邪外出，一鼓作气出现的这个呕吐，它是把邪气带出了体外，所以吐出了以后，原来的那个心烦的症候，原来的那个呕吐的症候就会得到缓解。这就和桂枝汤症本身在用药之前它就有自汗出，这个自汗出是病理性的，在吃了桂枝汤以后，喝上热稀粥，盖上被子保温发汗，那么使它发汗，这种发汗叫药汗，是驱邪外出的。病理性的自汗出和用药以后的汗出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在同样的道理，栀子生姜豉汤原来有的这个呕吐是病理性的，吃到这个方子以后，正气驱邪外出，一鼓作气，这个呕吐是驱邪外出的表现，它和原来那个呕吐是不同的。接着我们看第77条，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滞者，栀子豉汤主之。用过汗法，用过下法，结果导致了余热流扰胸膈，出现了烦热，心烦是郁热扰心的表现，这个热是余热未尽的特征，胸中滞是火郁胸中气机，他感到胸中滞闷不利，火郁胸中气机，胸中滞闷不利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栀子豉汤清宣胸中郁热，而不用加行气的药。你把火郁得到了宣泄，气机自然畅达。第78条，伤寒五六日，大夏之后，身热不去，心中结痛者，未愈结也，栀子豉汤主之。这是他写的具体病例了。实际上，《伤寒论》的一条一条的原文都是一个病例。一个外感病五六天的时候用了大的泻下的方法，身热不去是余邪未尽，心中结痛，这是火郁胸中气机，由气积血，火郁气机，由气积血。然后导致了血脉不和，或者说血络不和。所以就出现了心中结痛这样的临床表现。未愈结也，这是病没有好。那么在治疗上怎么办呢？既然是火郁气机，由气积血所造成的，当然还是来解决火郁，用栀子豉汤来治疗。所以在这里既不用加行气的药，也不用加活血的药，就可以解决火郁胸中的这种心中结痛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某些心绞痛的病人，如果他主诉是一种胸膈中的一种灼热疼痛，而且有一种灼热的感觉的话，我们经常在这个方子里头加栀子，豆豉不怎么用，经常加栀子。栀子本身就有一种止痛的效果，所以在外伤科中，在烫伤中也经常用到栀子这个药，它有清热止痛的效果。接着往下看第79条，伤寒下后，
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，知子厚破堂主之。这个心烦是余热流扰胸膈，郁热扰心，这个腹满是火热下扰，使腹部气机不畅。火热下扰使腹部气机不畅，上面有心烦，下面有肚子胀，这两件事情都使病人感到难受，所以卧起不安。心烦也是辗转反侧，坐卧难宁，肚子胀也使他辗转反侧，坐卧难宁，所以心烦腹满卧起不安。这个时候仲景用了什么方法呢？栀子厚朴汤，用栀子来清胸中的郁热，用厚朴和枳实来行气消满，来行气消满。我们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张方子里没有用豆豉。为什么没有用豆豉？豆豉是宣散的，是走上的，现在火热已经下扰，是腹部气机不畅了，所以它不再用宣散上行的豆豉，用栀子来清热，用枳实厚朴来行气消满。以上我们谈到的是栀子豉汤的适应症的一部分内容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虚烦症这一组症候还没有谈完，我们下次课接着讲，然后我们下次课给虚烦症做小结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课。